庆祝冬季以来，在湖南永州双排阳明山，一眼望去，漫山楠竹依然青翠。车子进入阳明山，沿着盘山公路而上，随着海拔升高，气温骤降，到海拔1000米时，树上开始挂满雾凇，有进入童话世界的感觉。山顶的万寿寺在群山挂满雾凇的古树围绕中显得更加庄严，冰雪环绕的万和湖轻雾飘渺，犹如仙境。